如果你问我蜜色是什么颜色，那你一定要来这条国内唯一的蜜色瓷文旅线路看一看。九秋风露月遥开，独得千峰翠色来。古往今来，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倾倒于蜜色瓷的风华，留下佳作。走进慈溪唱农村，借着古人的描述，我们仿佛穿越到那个神秘而古老的年代。但人世间的事，若是只得远远而不能留长，无疑是一种遗憾。庆幸的是，唱农村唱着泥浴火之歌，将传承和创新都融入进了一片片青瓷里。青瓷欧月，竹篱红萼口红伴手礼，越窑青瓷与各类业态碰撞出创意火花，青瓷家产业链不断延伸。在千峰翠色里，千年窑火越燃越旺，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，越窑青瓷品牌越来越闪耀。青瓷琉璃，灵动飞扬。你听，青瓷奏响的共赴曲，正在村内悠然回荡。